来吧，宝贝，你是最棒的，快！不行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受不了什么了？我爸妈也受不了了。可以的，来，快点，老师给你三秒钟，加油！一、二、三，走！快点！快点！坚持！求求我放过你！坚持就是胜利，代代。快点，三。你说这么多不还得做吗？快点，乖，走，卷腰。哎，你搬后腿，你干嘛？我真生气了啊！那个手在干嘛？快点。哎呀，你怎么了呀？刚才搬过一次，然后我就让我搬了。谁让你搬的呀？哈哈，你是变相的说我，但是。又不是给我搬的呀，你是为你自己好，加油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乖，老师爱你哟，么、嗯啊。膝盖蹬直，宝贝，哎，特别好，菜菜加油好不好，宝贝？膝盖蹬，你要不要做优秀的小朋友啊？大点声，要不要？要。好，那你的脚背再打开，卷腰，预备，走，一。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，好，肘关节夹紧了，脚后跟夹紧了没有啊？特别棒，宝贝们啊！好，慢慢的落，不要有声音落。哇，太棒了！哇塞，这是谁的脚背呀？嗯，好像是我们家代代，说句话呀。干哈？你怎么了？你不是哭了吗？悠悠，下节课月月妈妈就不来了，因为月月妈妈有事儿，别的老师带你好不好？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只要你。什么？我只要你。啊，你这叫土味情话吗？一双鸳鸯鞋。